边看下去啊，布拉格远远可以看到布拉格城堡啊、哦。然后这边的这个区域呢，已经算是新城区了。哦，但新城区的建筑、啊，其实早在16世纪新城已经建成，因为这些建筑其实还是老房子。当然，在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呢，在新城扩大啊，建了很多新古典主义的建筑，包括我们现在车子开到前面，道路两旁的建筑都是这种啊100多年前的新古典主义。